特别有意思，因为今天本来约的访谈是在深圳，但是这个阴差阳错，我们又回了一趟惠州。嗯，然后这个是您的出生地，嗯，也是松江水养育了您。嗯，据说当年爸爸妈妈取名字的时候，好像也跟这个东江有关系。对。对，你觉得在你的性格里面，客家人的这种水的特质多吗？至少我很喜欢水，无论是河流、湖泊还是大海。另外在我心目中，可能受客家文化是影响也很深。客家文化，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坚韧，另外很刻苦，另外一个很勤俭，这是传统客家文化的一个特质。我这个人比较简朴，另外呢比较刻苦，是真的。我一直呢，我都是非常努力的工作，当技术员，到现在当一个大企业的董事长，都是这样。我总是给自己提出很高的要求，非常努力的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到最好。另外，我生活一直很简朴。